在心碎过程中借由酒精来疗伤自己，情歌王子韦礼安的全新英文专辑相当抓耳，现在还被 Hit FM DJ 票选为电台年度十大专辑之一，另外这名三金小队长也是名列其中。年发新专辑，跟担任制作人尝试以往不同的类型。创作才子卢广仲的作品在去年发行的100多张华语专辑中脱颖而出，六月份的金曲奖似乎已经提前开打。这张专辑可以说是做了很多以前不曾尝试过的东西，过程也是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是同时也接受到很多帮助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听这张专辑，听完觉得很开心。预料今年的金曲歌王宝座厮杀战料点满满，另外余丁密以及金曲歌后魏如萱和蔡健雅等人也都榜上有名，新专辑注入满满巧思。随着肾上腺素出发，出发，走走走。得来不易啊！我觉得这张专辑的整个旅程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珍贵的一个旅程，是经历了疫情这个整个过程。自己在生活上有很大的改变，这是我个人第一次发行自己的专辑，很开心大家喜欢这张专辑。至于 Karen CC、Yellow、黄轩等人也被获选入围，被誉为金曲奖风向球的电台榜单出炉，也看得出2021年歌坛都有精彩作品。 TVBS 新闻黄冠宇、周佩宇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。